and gentlemen, Russell Westbrook is in the house. 雷霆忍者龟旋风访台第二天，来到台北新一区为运动品牌开幕典礼站台，面对现场热情球迷，微笑该有的礼貌当然不会少。Hello everyone, hello everyone. Hi, 大家好，我是 Russell Westbrook. I love it, man. It's been the best place thus far for me, and I had an amazing time here. 为了近距离看到偶像，不少球迷大清早就跑来活动现场排队，甚至还有学校特别为了他举办校外教学呢。我们是信义区的博爱国小。今天一早我在那个报纸上面看到 Westbrook 要来的讯息，那我就问了一下同学们，因为离我们学校很近，所以就看问了一下他们的意愿，然后他们非常喜欢 Westbrook。所以就要求我跟柯林老师调个课，花两节课时间来这边看一下，近距离接触一下 Westbrook。 忍者龟在新一区的活动虽然短短不到半小时就画下句点，但身为 NBA 的超级巨星，该放的福利绝对少不了。现场送起签名球，而博爱国小的小朋友们还真的捡到了。你刚刚是做的，是，就是因为那个 Westbrook 把球丢给别人，然后别人没有接住，球弹到地上，我就把它拿起来。 对国小小朋友来说，刚开学几天就有机会出来跑跑跳跳，还能和平常只有电视上看得到的 NBA 球星近距离接触，顺便带颗签名球回去。哇，如果我小时候有这种机会，那该多好呢！小朋友开心吗？开心！来，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